美女，你看我这头型说什么发型啊？这样，还是你自己决定吧。你喜欢什么发型，我就给你整个什么发型。我自己决定啊。现在好像比较流行这个，如果把这个左边推光，右边染绿，这个发型好像不错。左边推光，右边染绿。好嘞，没问题。你可得给我做好了，我这今天晚上参加同学聚会呢。好的。哎，好了，先生。哪儿好了？没动啊，我这不是。好了呀，你看，左边推光，右边染绿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叫你推光，叫你推光，叫你推光，我破了他的头。